前几天呢带你们做了可乐鸡翅啊，可乐肥牛啊，等等等等可乐做的东西。那今天呢咱们就来用雪碧做一个我刚刚偷学的雪碧拌面，是不是听起来有点黑暗料理？哎，到底好不好吃呢？咱们来一起尝尝。今天只需要准备一包方便面还有一瓶雪碧就好了。第一步，重中之重啊，咱们来调它的灵魂底料，葱末、蒜末、辣椒粉、小米辣、白芝麻，再把方便面里面的这个干料包倒进去，然后烧一口热油往上这么一泼，把它们的香味都给泼出来。第二步，哎，这时候呢就该倒入咱们的灵魂雪碧了，然后再加上一勺生抽、一勺蚝油还有一勺醋，飞速旋转搅拌均匀。第三步，把方便面的面饼煮熟，过下凉水，然后放到碗里，最后再加上点肥牛啊、煎蛋啊等等等等一些你爱吃的东西。当然了，像我一样精致的小伙伴可以再放两片柠檬点缀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，就这样的雪碧拌面你们一顿饭能吃几碗？咱们老规矩，评论区见。尝一下，一丁点也不黑暗，巨好吃，酸酸甜甜辣辣，就跟那个前一阵特别火的柠檬五谷鸡爪的味儿有点像，而且吃起来冰冰凉凉的，特别爽。哇，这个泡在里面的肥牛也是绝绝子。其实这里面是吃不太出来这个雪碧的味道的，它在这些配料里面代替了糖的作用，但是雪碧肯定是要比糖水好喝的，就会有一些它自己独特的味道，所以呢会比直接放糖要更好吃。哎呀，贵贵，爱吃面条的小伙伴一定要试一下。好啦，如果你还没有学会的话，可以把进度条倒回去再看一遍。然后你们还有啥想看我吃的，快去评论区告诉我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